没错，这次又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因为北京直飞大理的航班只有早上7:10的一班，于是呢，我们大清早的5点多就从床上爬起来去赶了飞机。I wake up in the morning, 但窗外的鸟儿还没叫呢。满怀期待的过来，结果一落地就开始下雨了。我们被困在了屋檐下，又下起了雨。我可能是有个魔咒，就是每次一出来旅游就一定会下雨。上次去烟台也是，本来想说看日出的，结果下了一整天雨。麦麦，我们今天订了一个270度的豪华海景房。这个照片长这个样子，记住现在的样子。本来我们以为今天晚上会看不到月亮了，没想到，哇塞，月亮出来了！这是什么？洱海月，好亮哦！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，能想象吗？我们两个就这么躺着在床上，看着月光，看着湖里泛起的波光粼粼的水波，就这么看着了一个小时，突然感觉到了大自然的魅力。乌云乌云快走开，细雨已经。月能尽威力，而且幸运的是第二天天晴了啊，太阳好刺眼，不错，我们看完月亮看太阳，这就是吸收日月之精华吧，我们应该很快就会黑了。看完之后就把早餐搬进来吃了，实在是太刺眼了。他们这儿的酸奶真的好好喝哦，嗯，特别奶。第二晚的一个房间，也是一个超级大海景。它这个水波倒映在墙上，波光粼粼的，好美哦！哇哦，在这泡澡感觉也太爽了吧！这是被玫瑰花腌入味儿的一个旅程。早上起来，拥抱太阳。音效，这是我们昨天住的那个湖啊，你们现在看起来就像是鱼塘。在大理的每天，我们除了看海发呆，就是干饭。哇哦，好丰盛哦！什么烧猪肉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炸丸子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把肉干。哇，鸡爪，好想快，这只能用手。有糖，这样红的都有了。要用另外一种。瞬间温暖，镜头先吃。云南菜真的太合我们的胃口了，又酸又甜又辣，而且还有很多香料。酸辣鱼，大理这边的特色鸡丝凉米线，哦，看着好好吃，好有食欲。泡鲁达，暴风雪。哇，哎，能吃到玫瑰花瓣那种幸福感，真的是，一般酸奶是体验不了。女人了，铁梯见女人。以前总觉得像大理这些特别美好的地方，需要留着跟恋人一起去。但，浪漫的形状有很多种，爱情是浪漫的，友情也可以很浪漫。It'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drove away. It's been
和姐妹心照不宣的小默契。今天我们在毫无互相商量的情况下穿了一样的鞋子，碰巧发现对同一首歌的喜爱。浪漫主义才没有过时，不及一场完整日落的感动，意外发现满天星星时的雀跃。天哪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星星了。看壁炉火光照亮整个屋子的幸福感，看着就好温暖。专门下了个看星星的软件，对着看星星，每一个被触动的瞬间，每一个小小的仪式感，足以点亮疲倦庸常的生活。为了那一刻的感受，我就心怀感激。